那个部分也请到了一些参赛者朋友们，他们来表现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请我们的豆豆小天还有马克要颁奖给我们这几位参赛者。连我都可以颁奖，真的吗？你们都不用看小天跳一下吗？ 如果我要跳，你也要跳。如果我们要跳，你不要跳吗？要不要？要不要跟着摆起跳？让你站中间。好，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豆豆小天还有Max准备好了哈。好。我们给你。爱玩嘛。一对。爱玩嘛。 那你的 solo 也要有啊？怎样？小天有独创的触电舞步，等一下要贡献给新加坡的观众。一直播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时候 can we have some music please？ 一段是在拍摄的时候，他的 solo 的时候，就他就突然，因为他摸到上面的灯触电了。因为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那一段是在现场拍摄的时候即兴的，还是原本就 re 好的？当然没有 re 好，是他真的电到了，然后电到之后很痛，让我们所有人都在笑，跟你的反应一样，哈哈哈哈。但是我知道吗？这就是天打雷劈啊！ 是报应吗？我这么无条件的相信你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？好，但是其实。